今天要去给一个黑道银行家拍一个系列的搞笑视频。今天是星期六啊，通常的话，这个时候星期六这个时候的话，刚刚起床，然后准备，然后接着就要去冲浪。但今天的话，你看。8:20来到了麦当劳买早餐。今天要去给一个黑道银行家拍一个系列的搞笑视频，将来是发在那个抖音啊，那个或者是 YouTube Short。这位姐姐非常会演，也很搞笑，然后也很有实力啊。Take exit 13, then use the middle lane to keep left at the fork. In 1,000 feet, turn right onto cross. You've arrived. 这个办公室非常棒啊！现在我们就要开始了。我们的主角 Karen。我不知道啊。你来正好下班了，我们去喝酒唱歌吧。Erica， 你怎么整天就知道花天酒地呀、圣诞节就是意味着要炫富的时候，每天就知道喝酒唱歌，不务正业。要凶好不好？给我一点面子，不要这么嚣张，好不好？好，开始改编呢。我说了明天改就明天改，我有说今天改吗？我早就你信不信我？依我阿云姐亲自说了，您签下字吧。阿云算什么？是我是老板，是他是老板。回去做你的小职员，滚！导演，我就不能拍偶像剧吗？都是你拍的，你看。